Hello，大家好，我是 Sam 哦。今天呢又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月份，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的这个月份11月份，都在 Malaysia 出了些什么 promotion。首先，我们来看到我们 Product of the Month 是每一个月公司会送出一瓶精油，你只需要在15号之前，每一个月的15号之前消费125 PV，公司就会送出一瓶精油给你。那这一个月呢，送出的这瓶精油呢是 Holiday Peace。那这瓶精油它是一个复方精油，就是有这个 Sabrifer、有 Grapefruit、有黄山 Frankincense、Himalaya Fir，还有这个 Vetiver。这瓶精油呢，还能够帮助我们舒缓跟平复我们的情绪，然后可以净化空气，还可以有制造这个佳节的氛围。因为 Christmas 要到了嘛，所以你看这瓶子上面有一颗白色的那个就是一个那个圣诞树哦，所以它就是让我们可以在 Christmas 的时候熏香这一个 Holiday Peace 也是非常非常适合的。然后还有呢，每一个月都会有这个 10% 的 off。那这个月的 10% off 呢，就是 Cheer 这个5个 ml 的 Cheer 纯精油的 Cheer。So Cheer 是做什么了？它就是能够增进我们的乐观、我们的喜悦跟我们快乐的心情。当你如果很沮丧、很忧伤，或者情绪很不好、很负面的时候，很忙张的时候，你都可以熏香这个 cheer，它能够提升能量跟活力的。除此之外，每一个月公司都会有一些package 的 promotion，然后这个月呢就只有一个哦，这个月只有一个 package，那这个 package 呢就是叫做精灵妈咪套装。这个套装哦，它其实蛮 focus 在小朋友的身上的。我再重点想要讲一下的，就是这个Roman Caramel 这个罗马洋甘菊，罗马洋甘菊这瓶精油哦，哇，非常非常的好用，无论大人、小孩子，甚至是老人家，也非常非常适合用这瓶精油的。它可以非常有效的提升免疫系统。这个罗马洋甘菊是非常珍贵的植物，有一些人甚至是小朋友生病的时候，都会特地去买这个罗马洋甘菊这个花来让小朋友泡澡。然后这个泡澡之后呢，他们就很快就会恢复健康，所以这个罗马柑橘是很好的。我们可以涂抹在小朋友的肚子啊、脚板呐、都是非常好的，甚至拿来熏香也是很好的。里面这个套装里面还有 lavender、sabrifer 哦，sabrifer 是净化空气啊。然后 lavender 我们都懂啊，lavender 就是淤青啊，就是黑青的时候啊，流血不止啊，我们都可以涂抹这个 lavender。然后还可以帮助小朋友睡眠，我们可以拿来熏香来帮助小朋友睡眠。然后 Genjess 哦，Genjess 就是我们的这个肠，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道、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便秘啊，或者是我们泻肚的都可以用上的。而小朋友我们要非常注意的就是他的肠胃道，因为很多小朋友都有这个肠漏症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经常涂抹这个 Genjess。然后接下来就还有两个滚珠瓶，第一瓶呢就是这个 Brief 就是能够让小朋友更加的勇敢，勇敢的做决定，又或者是小朋友有被吓过被一些宠物吓过，或者是被噩梦吓醒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涂抹这个 brief 让他的情绪稳定一点更勇敢更 firm 一点。第二瓶滚珠瓶呢，就是这个 cheer 刚才就是跟刚才的那个 cheer 一样了，这个是滚珠瓶，已经有这个椰子油稀释了的，所以是可以直接的涂抹跟使用的。好，接下来呢就有这个 accessory 50%的这个 promotion，它一共有9个 item，然后过后有3个已经陆陆续续 sold out 了。我们在群组或者是如果你有 follow Tutoram Malaysia 的 Facebook，那你看到一直在 post，一直 sold out，一直 sold out 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50%的这个 accessory promotion，所以大家去看看。有什么东西，有什么 accessory 你是很想要买的，就可以趁这个机会买下来了，因为它是有50%那么多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有马来西亚的新品上市。首先呢，就是有这个 Lalus Diffuser，这个 Lalus Diffuser 跟我们的Betel Diffuser 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它是它的 timer 咯，它有4种 mode 的，它有1个小时、2个小时、4个小时跟 always on。Always on 呢，就是一直会 diffuse 到没有水为止，so 它有4个 mode。然后除此之外呢，它还能够调那个 mist 的大小，我们都可以控制的。so 这个是一个新品，那会员价呢是192等级。接下来呢还有
另外一个 diffuser 就是我们的鹅卵石纹的这个 diffuser，它能够 diffuse 2个小时，或者是5个小时，又或者是10个小时。10个小时呢，就是 diffuse 5分钟，然后它就会停5分钟，这样子由此类推，一直到 diffuse 到10个小时哦。它还是一个 USB type 的 diffuser 来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插插头，然后或者是你可以选择插在电脑，或者是你可以选择插在你的车的 USB，只要是有 USB 的地方，你就可以用了。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方便，它只有我们的手掌一般的大小哦，非常非常的好用。那会员价呢是114令吉，还有另外一个新品呢，就是我们这个hand wash 的 foaming water。之前的 foaming water 是白色的，然后现在的 foaming water 哇，class 很多，整个档次升级。那这个到底要来做什么的？我们有一个on guard 的这个 foaming hand wash，然后我们可以就把这个 foaming hand wash 直接倒进来。你倒进这瓶子之后，你压出来那个hand wash，它出来的时候是泡泡状的，就非常方便我们洗手了。尤其现在疫情还是非常严重，我们一定要买这个 on guard 的 hand wash 在家里。然后还有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3号哦，11月3号有这个 Evolve 呢是 Dutra 的年会哦，每一年呢都会在美国举行的。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飞去美国，所以他就做了个 online 的一个年会一个 convention。然后在 Malaysia 呢也做了这个 post convention，然后会请公司的一些高层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公司现在的进展，我们有什么新的发现、新的科技，或者是有什么新的 planning，或者是新的产品会上市，所以都是一些公司的一些领军人物、一些灵魂人物来给我们做这一个convention 的。然后经常大家会看到，诶，羡慕好像很多礼物拿，是不是？哇，又这个礼物又那个礼物这样子啊。其实呢，就是因为我很经常去参加公司的活动，然后公司的课程，我都是很努力的参加啊。在这个课程当中，会有些抽奖活动啊，或者是课程当中有一些Q&A sections 啊，回答一下问题啊，这样子就可以拿到免费的精油了。所以我就是经常就去上课，然后经常。有机会我就想要拿免费的精油，所以请大家可以留守着，11月3号的这个8点到10点之间我们都可以去参加这个活动，也有可能有这个 lucky draw 或者是 Q&A section 的，我不知道。所以一般上呢有这样子的活动我都会参加的，除了更了解公司未来的发展以外呢，还可能还有机会拿到一些小奖品。最后再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醒。那如果你是在10月份刚刚加入我们大家庭的话，你就有机会拿到这个40个 PV。OK，40个 PV 是什么东西？一个 PV 呢，相等于10块钱，40个 PV 大概是160块。那这个40个 PV 是公司送给你的，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40个 PV 来买东西。然后它唯一的 terms condition 就是，你需要在这个月消费125个 PV，然后你就可以免费拿到这个40个 PV 的。那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诶，到底这个 point 要怎么拿的，要怎么用的？那最高呢，你是可以每一个月拿到30%的这个 PV 的，而最低呢，你都有10%的这个 PV。你是怎么样子拿的？OK，就请你们，我都可以欢迎大家来，可以询问我，或者是询问 Sam Lee 的。那这里呢就不详细给大家讲到底这个 PV 到底是怎么样子拿，怎么样子用的。好，我再跟大家算一算哦。如果你是从18线开始的朋友，那这个月呢，在15号之前你消费125个 PV，首先呢，第一你就有拿到一个 Product of the Month 的那个 Holiday Piece。那第二呢，你就会有你的这个18线125的18%就是这个12.5的这个 PV，然后再加上公司送给你的这个40个 PV，你总共会有52.5的 PV。所以52.5，我们称是大概有200块左右的 product 你可以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大家不要错过，记得记得最好呢是在15号之前，15号过后呢，你是少了一瓶那个 Holiday Piece PV 还是会有的。不过最好，但是15号之前呢，因为你还有多一瓶精油嘛。然后呢，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哦，经常会有人忘记这个 birthday 的 gift 的，birthday 每个人呢生日的那一个月，
公司都会送出一瓶精油，那这个是神秘礼物来的，不要问我是什么精油，因为每一个月每一个人拿的都有可能是不一样的精油来的。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问我或者是问 Sam Lee 的，拜拜。